杨千嬅呢日就带埋仔仔 Torres 一起出席步行筹款活动。不过对于自细就成日跟爸爸妈妈去行山嘅 Torres 嚟讲，睇嚟应该一啲难度都冇。因为细细个就俾我哋两公婆捉去行山嘅，咁当然未过到呢个山就话要翻屋企啦。咁嗰阵时系比较细个嘅，三岁几第一次去行嗰个紫罗兰山啊。哇！跟住就玩著我啦，咁跟住爹哋而家一支箭飆落去啦，腳長啊嘛佢，咁我自己就抱佢落山，哇！真係勁啊呢個，咁所以而家就唔能夠啦，大個啲，咁所以相信佢亦都應付到嘅。提到好朋友鄭秀文，自從安心事件發生之後，就喺網上面發文話原諒老公許志安，最近仲重新開始為即將舉行嘅演唱會進行排練，意志力相當驚人，難怪舉行緊巡唱嘅千嬅都話好佩服啊！他是一个非常的那个专业，然后也是，就是很强大的一个人，还有智慧的一个人，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是肯定是一个很精彩的演出，所以我们一起就是支持他，就是期待他的一个精彩的演唱会吧。